啊，那这么厉害！当然我来放，然后一放就爆炸 ，bang！ 波波你好棒啊！最棒！你怎么把我吊起来？我刚以为我要可以从你下面进攻了。哎，我刚刚想说要去门那里放床，就放完床来不及给你右键，我自己刷牙。我们想说我们有至高权，就比较free，想说这样去溜一波。结果我刚好我放完我那个顺过去以后，我直接摔下去。对，我想说你怎么顺过去之后就不见了？我是远方看到一个东西在说来来来了，然后就过去啪，你下去。我跟你讲，你根本不用打我，我自己就下去了。我连床都没有。那太紧张了。有 play 到，有 play 到，很秀很秀。秀是秀，另类的秀。我带着我们的资源全部掉下去，真厉害呀、啊！什么都没了。那这一场有限高限低哦，好87-107啊，中间的那个木桶是90，所以就差不多到中间了。哦，对，然后就15分钟说完的时候就限高限低。嗯嗯，好，先这样，那就现在都随机喽，好，咱们的队友都可以喽。哇，我们这队好棒啊！哇，我们都是动物，黑曜石啊，黑曜石队来了！完了，救命啊！你救命个屁！我跟你们巧克力表示岩浆桶不要去动，你不要讲，你跟我下去走走走。你别说了，我们很棒，我们最棒。酱油就是你传染给我了，是我吗？就是你哦。没有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会用。刚刚是团团先放，他放的方法跟我所想的不同，不同。对，所以我才想，没想到会那样。反正他现在敌对，我就黑他了，都是他。其实是我叫他有没有？直接黑就对了。其实我叫他 OK 的。没事，没有，波波，你听我说。好，你说。等一下，你就先挖木头。好，然后先不要管岩那个岩浆黑曜石，我跟酱油会先拿土去沙漠岛，因为我们速度超快。啊、OK， 好，我们速度超快，超快侠，超快侠，三秒吗？酱油，我们就走啦。好，走。物资掠夺，九九九。波波就直接去打木头。我被你挤下去了，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跟你讲，爸爸，爸爸，我等你们给我一个爸爸。你呢？你太大了，我一下去看到跟你同位置，我想说好让你，我要打土，然后就走旁边一点，就掉出去了。酱油，我们就躲酱油的土。哦，你的屁屁！而且酱油，你不知道去做啊？算了，没关系，你们玩开心，玩开心。我的木材给我。哎，那个，巧克力。你们右边的哦，你们其实两边沙漠岛，你们都还是可以去哦。他们都还比较慢哦。沙漠岛差不多25个泥土，25个泥土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们两边都还可以去哦。我先去这个。好好好。好。有你这样。巧克力。哇，你会慢，你会慢，你慢出发了，而且你铺的太慢，你不用铺了。他那个波波，你不用铺了。对对对对。我这边呢？你可以，你可以，这样我可以。那你们就那个啊，那个，我教你们怎么做，好，好不好？你先打个五格的地，直排五格最简单，直排的五格，直排对，波波你打直排的五格，就地上打个五格长长的洞。哦，像排便一样，不是贯穿下去，直排。不是哦，好，完蛋了。好，最左放岩浆，最右放冰，有没有？这绝对没有。哎呦，来了，又来了，对不起。我带着我们的水桶跟岩浆下去了，是不是？欸、我刚刚真的也没看，因为我很仔细很近的看你。
我的锅，我的锅，反正因为我被挤下去了，我就没有看观看全场啊！啊！我笑死了！啊！抱抱的大屁股！哎、欸，我好累哦，真好累哦，史上最累。哎、欸，团团他们是不是变黑曜石了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没有、啊、没有，他们是埋在那个下面。对他们岩浆是埋在里面。嗯，没有啊，正常不会变成黑曜石啦。因为他们也是埋在里面。没有，快笑死我了！我的天哪！最无脑的方法就是五个，你最左跟最右放，对不对？就觉得没事。嗯，那结果就没。哎，那床呢？床有拿吗？没有，没拿。所以他们有黄队，现在有两个爆炸床，也有两个爆炸床。我们要支持黄队。我决定以后要先拿着那个床，有没有？有人过来，我直接放床。哎，对，先一个人。谁死啊？超级猪队。不会，我们最棒。然后、现在团团来到更前面了，他想要打赢我，为什么？他只是觉得萤火很烦啊，他没有那个啊，垫脚石，他没有啊。哎，他在干嘛、啊？他好浪费啊。对啊，有小雨帮他接手，小雨接手了。我想说，那个再垫几个就可以到中间了。中间这个不得了啊！我刚本来想说，我要直接去中间拿物资，然后找波波一起跳楼。还没死，不用早知当初了，我们都已经结束了。第一对被秒，而且我们什么输出都没做到，什么输出都没做到。哎、欸，我们真的是最快队伍哎。对啊，有没有速度？我们是干嘛 ？Speed run。Speed run。哦，我的天啊！我的大屁股。有些其实中间那个食物岛其实还可以多拿拿，因为那个可以。等于是各一个金苹果的概念，嗯，对。然后地狱岛其实就还好、啊，因为它虽然可以用酿造台，可是就是要你要酿的够快啊。嗯，那我们有限时间，其实感觉应该还可以。不过酿造，我记得它的那个是要石头，所以你还要先做个熔炉，然后烧三个石头出来，还蛮累的。哎呦哎，我们现在三个人啊，来啊！你们要恰赌哪一队啊？嗯，我要先讲，我相信黄队。你先讲，你先，你黄队哦。我黄，我觉得黄队，我黄，我已经先我黄了。哦，你黄了、哦，对，我先成红了。那我支持蓝队好了。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好？那我就只能支持绿队啦。你们都是选手了。你最爱绿队，可以。好，我最爱他们了。哎呦，现在哈子已经要往上喽。哎呦，又啊，这电不好的。啊，想要去打黄队。我扣了。加油啊！我是把我一生的积蓄都赌在你身上了呀，蓝队。一生的积蓄。黄队的资源更多呢，还有两座沙漠岛跟中间的岛屿。两座沙漠岛。对。还有我们的床。还有我们的床。还有我们的遗址。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会把我们。他们也有可能会把我们八七的意志给继承。继承。哎哎哎！有那个哈基刚刚有用屁股看他，所以有发现。用屁股的眼睛，没有他那样扑给第三人称扑，有看到有看到，哎呦哎呦，这边就看繁星他们要不要垫高做反制，他们在挖土，或者是直接弃那里，然后直接去中间也是一个方式，嗯，毕竟时间也跑了一半，嗯，看他们的选择，等等等等，哎呦哎呦，哈基继续来喽。团团这边要出攻吗？其实这个天空方块武装的箭矢不多啦，所以我总觉得，除非你觉得可以把人家射下去，不然不要用攻，对，不要乱射，用吊杆，对，因为会回血。哦，这里居然想要来这个，哇，一个天梯下去，有炸成功，有炸成功，哇，反击被炸没了，好猛，哇，
因为是按钮那个下去的是那个是挡不住的，盾牌不能挡，一定要站远。哇，直接秒杀欸，真的欸，哇，这个真的立大功了。对，因为其实初始的箱子里面是有火药的，有一些火药，所以你只要挖到沙子，欸，那就是可以做 TNT。 哎呦绿队这边也偷看到蓝队哦，米菲偷看一下又回去，这不像是米菲啊。米菲身为天才小吊手啊，应该想要垫高，有没有就吊人？天才小吊手，我已经不知道他是魔女啊！他以前曾经把我们一堆人都吊走，吊走。对，他是第一代吊吊女王欸。你是说哪方面的吊？吊杆吊下去，不然呢？啊，好。那你是哪方面的魔女呢？酱油？哦，没有啊，我就是负责喊加油喊六六六那个。我是属于36D 的魔女。有，我都被你挤飞了。哦，不要再讲了。在场女啊，哎、欸，魔女下去了。你是挤飞魔女，你的能力是挤飞。哎呦哎呦，后面没有，这都是蓝队。哎，米菲怎么下去了？就被打下去了，被绝对打下去了。哦，我刚刚没注意到，我米菲自己。我刚刚就说哦，魔女下去了。哦。哇，投币！现在是2-2啊，蓝队压对了，我毕生积蓄。没有，才刚开始而已，世事难预料。哎呦，哦，这边团团就感觉要跟哈基杠上了，他还是想要继续射。他想帮黄鑫报仇啊？不是，是团团看到哈基就很想要射。死他！哦，对，确定没有其他的感情因素吗？他不惜浪费自己的弹药，有没有？也是看到他就觉得不行，我就知道射爆。他们是牛郎织女是不是？哎呦，团团这边接到了，来了来了！哇，为爱而奋斗，吃了金苹果，哇，钻戒呢？哇，两个人要打三个人，三个有蓝色现在也发现了。团团，哈基直接跑，团团直接到，团团直接用打的，哇！哦，露米倒了 ，Zavi 死了，水，剩哈基，把水弄掉的话就赢了。哈基这边很尴尬，哈基直接跳，想要接水流，有接到，有点漂亮。鱼要去，哎、欸，杰克干嘛？杰克，怎么了？我没看到杰克要跳这个中间这个水，哇、哦，哈基。是哈基吧？我刚刚没有慢动作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哈基好猛哦、喔！他直接用那个床爆炸，爆炸哎、欸！因为哈基被团团射了，你就帮他了。哦，我的天，我上去吧！哎，那上去吧。发生什么事？去哪里？等哈基来解释这一切。哎，他偷偷放床吧，我猜。对，他在那边等他们上来。对啊，哈基守团团那边啊。你是不是被团团射了之后就帮他炸别人了？对啊，你是跟团团黑？原来这是暗号吗？原来团团射我还是同队的啊！我就想说，团团为什么要在那边射哈基？他会回血，然后没想到。懂了，懂了。该动作喽，间谍。该动作喽，而且你速度之快，我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砰。我也是一瞬间，哦，哎。我还想要叫哈基赶快回去中间把它堵起来，危险！我想要直接拿床出来，直接爆炸。剧本呢、欸？先把水，先过去把繁星给炸了。那团团那队就多了一个男的。然后被团团一射，就一切就知道了。原来是那难怪繁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哦，干我屁事！我这一队完全没人想做鹅卵石制造机啊！我不想做，你做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也不会。